位弟兄姐妹们平安，感谢上帝的恩典，赐我们一颗渴慕上帝的话的心，恳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可以忠心的、殷勤的学习神的话。我们首先一同低头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这么的爱我们，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耶稣来救赎我们，耶稣基督牺牲自己的生命，好让我们能得着生命。你的爱感动了我们的心，因你的爱，我们才能爱你；因你的爱，使我们渴慕愿意顺服你，信靠你，跟随你的脚步。这时，我们要学习你的话，恳求圣灵照耀我们的心，使我们能明白你的真理，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来引导我们的脚步。感谢天父垂听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祈求，阿们。亲爱的主内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千年国度，经文起自于启示录第20章，请大家和我看几节经文。首先我们看第1至4节，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，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，他捉住那龙，就是古蛇，又叫魔鬼，也叫撒旦，把他捆绑1000年，扔在无底坑里，将无底坑关闭，用硬缝上，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。等到那1000年完了以后，必须暂时释放他。我又看见几个宝座，也有坐在上面的，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。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，并为神之道被斩者的灵魂，和那没有拜过兽与兽像，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，他们都复活了，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。接下来我们再看第12节和15节。我又看见死了的人，无论大小，都站在宝座前，案卷展开了，并且另有一卷展开，就是生命册。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，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。第15节，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，他就被扔在火炉里。千年国度有许多不同的解释，有些从字面上来解释，有些从象征性来解释，但无论是按照字面或者象征的意义来解释，我们从启示录20章中可以学到3个重要的真理。第一，撒旦的权势被限制。作为信徒，我们不需要害怕撒旦的权势，因为撒旦从来没有能力来完全掌控神儿女们的生命。虽然撒旦会继续引诱神的儿女落入他的圈套，但对于神儿女的生命，撒旦是无能为力的。因此我们也在旧约的约伯记可以看到神怎么样的限制撒旦的能力。虽然神允许撒旦夺去约伯的财产、儿女并且他的健康，但神没有允许撒旦夺去约伯的生命。在新约的最后一卷书《启示录》，我们又再一次的看到，若不是神的允许，撒旦没有能力毁灭神儿女的生命。并且我们有好消息，因为撒旦的能力将被完全的、彻底的摧毁。
因此我们成为神的儿女，我们不需要害怕撒旦或魔鬼的引诱，因为我们有能力来抵挡魔鬼，因为我们的能力是在乎完全的顺服神，因此魔鬼就必离开我们逃跑。第二，耶稣基督掌权为王。无论这千年国度指责的是现在的天国，或者是将来的天国，耶稣基督仍然掌权为王。什么是天国？天国就是神掌权，坐在他宝座的地方，是我们离开这世界将去的地方。但当耶稣开始他传福音的施工时，耶稣说，天国近了。耶稣要告诉我们，天国不再是遥远的地方。耶稣来到这世界上，带来天国给人类。当我们信靠耶稣，让耶稣在我们的心掌权为主为王，天国已经降临在我们的心。因此耶稣基督教导我们如此祷告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当我们愿意让耶稣基督掌管我们的心思意念，愿意顺服神的旨意的时候，那天国已经降临在我们的心了。这就是现在的天国。将来的天国就是当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，那所有的人就要伏伏在地，承认耶稣基督为主为王。正如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至十一节告诉我们，叫一切在天上的、地上的和地底下的，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，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，使荣耀归于父神。耶稣基督掌权，是现在，是将来，是永远的掌权。第三，信靠耶稣基督的人，他们的名字被记在生命册上。第十五节告诉我们，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，他就被扔在火湖里。那名字被记在生命册上的，将脱离火。不但如此，他们将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。他们是谁呢？第四节告诉我们，他们就是给耶稣基督做见证的人，为神知道被斩者的灵魂，和那没有拜过兽与兽像的人，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撒旦印记之人的灵魂。今天我们要好好的问我们自己，我们的名字是否记在生命册上？我们是否接触了圣灵的果子，使我们周围的人在我们的生命得见耶稣？我们如今是为自己而活，或者是为主而活？我们是否让耶稣基督在我们的心掌权为王？或我们仍然把权力、财富、地位成为我们的偶像？我们是否尽心、尽性、尽力的爱主，真正的把神的话刻在我们的心板上？正如神的话语在生命记第六章第五至八节吩咐我们说，你要尽心、尽性、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。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，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，无论你坐在家里、行在路上、躺下、起来，都要谈论，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，戴在额上为经文。恳求神怜悯我们，恳求神帮助我们，赐我们能力，使我们可以尽心、尽性、尽力爱主，让我们愿意让耶稣基督在我们的心完全掌权，不再任意妄为，
而是完全顺服神的旨意，让神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一同低头祷告。爱我们的天父，感谢你借着你的话语再一次的提醒我们，是否已经真正的让耶稣在我们的心掌权威。我们晓得在许多事上我们没有完全让基督来掌权，许多时候我们按自己的意念行事，不先求你的国和你的义，恳求主怜悯，不从生命册上涂抹我们的名，恳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至死忠心，直到见主面。奉主耶稣的名祈求，阿们。姊妹弟兄姐妹们，愿上帝赐福你们，再见。